第二章进行换模操作。首先，把模挡圈取下来，然后以顺时针的方向装上模，将锁紧挡圈放进去，顺时针旋紧。穿模的方式，先走上面滚筒，然后按照每一根滚筒穿过去，一直到主滚筒。这时把门打开，将橡胶滚锁紧，气缸松开。将模放进去，然后将切刀上面的压模轴承打开，将模放进去，然后轴承关闭，最后一步压紧气阀。装模安装完成以后，按点动下模，将模走顺。模走顺的前提就是模不左右不皱。